三个点间距不要太大，三个点的形状要各不相同。离这个点向右上方调，这个间距小一点，这个间距大，这两个点的话比一段一连相互呼应，撇要写的短小，要低一点，比这个点的话要低一点，横起笔要轻。竖画要高起笔，顿下，向下垂直。这边出图要多一点，下面要少一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横画，向左边伸出去比较长，在这两个点的中间。所以这个收笔的话，稍微顿一下，随风收笔，口要写的宽扁，竖画要短一点，横要稍微细，到这边提要重顿，要按到重一点，向左下方写的横画。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口要宽扁，这个间距这边相等，所以这个要收，突出这个横画。